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520页，520页，从第三行看起。汉译：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这个意思就是法法皆如，法法皆是，故知十方大士闻佛名号，至心信要，以平等心念平等觉，如是安住也是得平等住之意也。此一句佛号即是实相，即是法界全体，即是诸法平等体性，但能念念相续，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故曰得平等住。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接着呢，如是心性是菩萨心，自己要依照经教学习，最重要的，经教所说的四理明白了，就立刻要落实到生活当中。佛法确确实实是生活教育。在生活当中体现智慧，德能相好，这叫真修。真正学菩萨行，行菩萨道，辗转教授，辗转教授的心不能有一刻生念，念念当中常常有这个念头，我们要将这个殊胜的大法传授给一切有缘众生。身体力行就是潜移默化，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人，见到我们的人都会受感动，还不能受感动，自己要反省，过失不在对方，
是在自己真诚做得不够，啊，别人没有感动，啊，要认真，要努力，一年、两年、三年，中国孤身现行，居住在一个地方啊，三年，这个地方的民风完全就改正了，啊，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功德。到感化之后，就可以教学了。啊，为什么？他们能听你的话，能相信你，能尊重你，愿意向你学习。啊，这样才能够教化一方。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啊，12年的苦行，那就是他的潜移默化啊，事先大彻大悟之后，就展开教学，49年一帆风顺了。什么原因？前面12年的潜移默化，这个12年不说，只是做啊，做出样子来给你看。做些什么？就是后面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教学。要教得成功，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往年05年的年底，06年开始，我们在汤池办的实验，我要求这些种子老师37个人，我跟他们谈话，我说自古以来教学最成功的2个人，啊，在中国孔子，在印度释迦牟尼，这2个人为什么教学成功？没有别的，先行其业。他在没有说之前，他先做到了。啊，孔子10几年周游列国，那是在行其业，做样子给大家看。啊，列国的这些君王不是不知道啊，知道孔子是贤人啊，为什么不用他？孔子不会随顺他的烦恼习气，不会随顺他的贪嗔痴慢，这些君王不敢用孔子。那孔子回到家乡去教学，以后成为至圣先师，我想这是孔子在世做梦也没有想到。那
但是孔子的大愿确实辗转教授，世世代代的人都得利益。啊，都是先行其言，最后教学。我们要回看，要能体会到。真正发心，度自己，度众生，不真干是不行的。世尊，行即啊，信即行正。啊，孔孟不学，审问，慎思明辨，后头又笃行，入佛看法。做法都相同，博学、慎思、审问、明辨，是信解啊，独行就是真干，一定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正感啊，果则是诚身诚心啊。佛法里面，第一个是信，第二个是戒啊，戒就是。慎思明辨都在这些地方下功夫。啊，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世尊教学，确确实实是希望一切众生同生极乐，这大圆满呐！八万四千法门，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那个成就是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生做不到的。念个小乘虚陀这个阿罗汉，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啊，忉利天不算很高的地位。啊，欲界第二层天，啊，忉利天人寿命1000岁，不是我们人间1000岁。忉利天的一天是人间100年，我们有时差，
中国说有5000年历史文化，在套一天就是50天，还不到2个月。那我们就能够知道，孝臣思古，每上升一阶，欲界天也随着升高一阶。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间来；人间寿命到了，到天上去。七次往返，你就晓得多长的时间。跟极乐世界不能比，极乐世界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你好不容易遇到啊，你遇到太幸运了多少菩萨了，声闻缘觉想求这个法门，求不到我们是不想求，碰到了问题呢是碰到了不认识，所以多少人遇到了，当面错过，这真可惜。这个法门遇到，确实就等于你中了宇宙间第一特奖。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的人生闻佛法，闻到大乘，又闻到净宗法门，这真不可思议。所以普惠众生，震慑之理，让你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保证一生证得究竟圆满，妙觉如来故曰修菩萨行，如是修行，自然具足一切佛果之功德。根本功德根本就是这一句佛号念这一句佛号就是在修功德根本的具足的本，如慧素云：菩萨六度，一切功德之本，故名德本。这是大乘通说的。二呢，寻思摄取国号，能流出六度万恨。为众的本源，黄念祖老居士在《挂壶》里的注解：“此乃以持佛号为德本，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等于一切菩萨了，六度齐修。”你这一句佛号，把他们菩萨功德全都包括在其中。
鼓号，参考资料里头有一段不长啊，佛名成正觉后之佛名叫果号啊，果是成佛，成佛之后用的什么名字？是为与因为即功德之结果，名号故曰果，叫果号。阿弥陀佛成佛了，果号就叫做阿弥陀佛。释迦成佛了，果号叫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所说的是阿弥陀佛，专指阿弥陀佛。后面说《弥陀经》圆照法师的书，他说：“万恒圆修最胜独推于果号，这个果号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念老在此地也是，此乃以持佛号为德本。这句话说得好啊，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菩萨执众德本多困难，啊，反过来看，念佛人众德本呢，太容易了。那么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寺庙道场，偶尔我们会见到几个念佛人、老人。啊，一般人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啊，这些人除了念佛之外，他什么也不会。随时随处，见到人呢，都欢喜。都对你笑眯眯的，口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你跟他讲什么话，他回答你的全是阿弥陀佛。啊，那个话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啊，但是他的态度非常慈悲，口里一句阿弥陀佛。这种人可不能轻视啊！这一声佛号是多大的德本呐、啊？他在那里种德本呐、啊，他在那里做给你看呐、啊，你有没有看出来啊？啊，真正看出来了，
要对这个老人顶礼膜拜呀、寺庙里头有几个这样的人，这个寺庙有德了。这个寺庙有佛了，那些念佛的人是真佛。大殿里供养的那些泥塑木雕的佛，不是真佛。真佛在外面。等到这些人往生了，大家才受一点感动。这个人往生了，欲知时至，欢欢喜喜，没有生病，欢欢喜喜离开人间，往生瑞香西游。三转法轮，他们是在那个地方叫做正转，他给我们做证明了，证明念佛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告诉我们怎样才叫修净土，才叫念佛人，像他那个样子，真正念佛人。讲经教学是搞宣传的，他们是真干的。哪一种最重要呢？他们那一种最重要。没有他们那种啊，讲经说法统统会落空。为什么没有人成就？他也不会讲经，也不会说法，甚至天天字都不认识。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天到晚不休息，真念佛人。真的是经文里面说的具足德本。下面一二三人是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仁者安仁也。安是平安呐、人是忍受啊。唯一本里面经文是第一、第二、第三法人汇集本的文字简略，弟子都删掉了一二三人。第三呢，法人这一句话把他的标准就定下来了。法人法为所证之理，心安于法，这叫人。我们有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心还没有安于法。大部分是安在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安在这些地方。
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对念佛这个法门呢是非常向往，还没有办法安住。大势至菩萨要求的标准，我们距离还很遥远。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度摄六根，我们没做到。净念相继也没做到。什么叫净念？不怀疑，不夹杂，叫净念。我们还有怀疑，为什么知道有怀疑呢？我们没有安住在名号上，像那些老太婆，他们不怀疑，不夹杂，他心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上，所以他得一二三人，我们没得到。得一二三人的人，决定得生。为什么说三不说四了？弥陀净土有三，三杯往生，往生极乐世界是三途。那第一人，凡身同居土；第二人，方便又余土；第三人，十宝庄严土。所以要安心呢，人是要住在那个地方发是所证之理。那么心安于这个理上，这叫人。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阿弥陀佛自性里面流现出来。阿弥陀佛的自性跟我们是一个性，我们在迷，他在觉。不但他是觉，他是究竟圆满的大觉，彻底觉悟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地位呢？我们现在完全是不觉，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如果我们有觉，至少第一、第二人应该有，第三呢？第三是无生法忍这第三。无生法忍就是明心见性。无生什么意思？见得一切法不生不灭，那就是诸法实相。证得诸法实相，安于所证，这叫无生法忍。大乘
一章第九卷说，慧心安法，明知为人。真是智慧啊，真是智慧，从清净心生的，从平等心生的。清净心所生的，这第一人；平等心所生的，第二人。后面觉是无生法人，经题上的三个字慈上法人，上面讲的法人。就是魏一本里说的，住家之舍不异，有深浅之别。自古以来，祖师大德说法不一样。我们看，例如人王经名无人，佛在人王经上讲无人。第一个福人，一般讲是地浅，没登地，三贤菩萨。他能够扶住烦恼，没有断，所以第二个叫佛人。念佛法门里头，能扶烦恼，一般呢都能往生，生凡圣同居。第二个呢，信人，信人是初二三地，得无漏信人，得无漏信，这叫真信。初二三地，地上菩萨了，这都是说的别教。那么第三呢，叫顺人，顺人是四五六地，四地、五地、六地，菩萨。四无六地，去向无生啊，这叫圣人。无生法人第四个是七八九地，住念不生。名无生人，也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无生法人，见一切法，不生不灭。
生灭是差别法，菩萨远离两边，就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科学家的发现，一切法是从波动现象产生的。菩萨见到动静不二，动静一如，这个境界里叫无生法忍。那么这个里头有上中下三品，七地菩萨证得的下品无生法忍，八地中品，九地是上品。后面还有十地妙觉的菩提果，这叫极灭忍。人王经上讲的无忍十地是下品极灭忍，等觉中品极灭忍，妙觉是上品极灭忍。世尊说法了，对于忍非常重视六度里头，大家知道布施跟忍辱这两个最重要。布施是集结功德，忍辱能保持没有忍辱那个功德集不住你所积的功德都会漏掉。学佛的同学都知道，佛门里头有个俗语叫火烧功德林。火是什么？成慧。脾气一发，功德全没有了，那是不是白做了？没有白做，功德变质了，变成福德。福德所感的果报是在人天，叫人天福报功德呢？功德不是的，功德是成就你的地体品位是初始法，不是世间法超越六道轮回。你真声闻圆觉菩萨佛果，渐渐上升，那个靠功德。功德最怕的是嗔恚所以嗔恚傲慢嫉妒都把你的功德毁掉了把功德变成了福德。福德里头不好喜欢发脾气，
共高我慢的人，嫉妒别人的人，他修的大福报，来生多半在阿修罗罗刹啊，做阿修罗王、罗刹王。他的福报很大，可是死了以后，都在地狱。这是佛门常讲的三世愿。你看，第一是修福，修福带住烦恼习气。真修福，修大福。第二生享福，享福造孽，第三世堕落，堕卧道去了，叫三世愿呢。这是迷惑，这不是觉悟。如何能保持你所修的佛变成功德，不求人天福报，求了生死出三界，求菩提果，这是功。求念佛求往生是功德，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八界，他干这个事情我们决定不能想人天福报生活过得去很好很知足很满足不要再要求了，要求就错了。我们所要求的，求佛菩萨加持，让我们真正能够远离烦恼习气，不再迷惑颠倒。做一个真正念佛人，也就是除了佛号没有杂念的，世间无论什么事情随缘就好，有缘很好，没有缘也很好，没有需求，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人天天在积累功德，我们要向这些人学习。李老师当年在世，常常勉励我。他以他自己做例子，他很想学这些阿公阿婆，可惜一生都没有学像，没有学成。勉励我们要有这个机会，要真干真放下大慈菩萨告诉我们，我们劝两个人念佛，
这两个人念佛往生了。那个功德比自己成就还大。送两个往生，就是送两个人成佛了。如果能劝个十来个人往生，你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能劝几十个人往生，这个人是菩萨再来。不是凡夫啊，能劝上万的人往生，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大慈菩萨说的。啊，菩萨说的话，我们不能怀疑，要真正相信。你劝别人往生，到你往生的时候，相信呢，那些已经往生的人，都会要求阿弥陀佛，我们能到极乐世界是他劝的，现在求佛去接引他，我们一起跟到佛一起接引，肯定的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你往生的时候没有大障碍，决定得生了。往生的那些人会报恩的。不知道恩德，不知道报恩的人，都不能往生。知恩报恩，念佛了必定往生。那么，这是人往经常无中人，简单的说到此地，古住进家中。这些祖师大德住经的人，有认为佛人、信人、顺人，就是本经当中的善人，甚至于有以最初佛人当中的上中下三位为本经的善人。那么这个说得很低，盖皆不许他方菩萨闻佛名号，应时即得一、二乃至无生法忍也。祖师大德没成佛，也有见不到的地方。但据经文，此三人中呢，包括无生法忍，实可无疑。经文里头三无生法忍唯一的经文，第三是法忍这个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位移第三十四愿，
是我得福，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身总持者不去正觉。这是为一本的，送一本的文，闻我名者，应时即得初忍、二忍乃至无生法忍，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经文非常明显。也许古德了没有看到五种原译本，看到也许他疏忽了，因为末后这五蕴是阿弥陀佛对十方世界菩萨们说的加持的，前面四十三愿是对念佛人往生极乐世界所加持的，后面五愿不是专修净土法门。这些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得到阿弥陀佛这个末后无缘的加持，这个加持里头，五种缘译本里头，确确实实有很清楚无生法忍这个名字，那这就是不会错的，第三法忍呢？决定是无生法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可见愿文中之第三法忍，决定是无生法忍也。又据论著《往生论》谭鸾法师的注解，极简必福，为真净心菩萨。念老在《观护》里头告诉我们：初地到七地，没有真的净心的菩萨，毕竟得证平等法身。平等法身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又曰，接下面观护说，这观护里的是念老注解这里，又曰。这个右月还是论著讲的，平等发生者，八地以上，法性三生。法性三生菩萨呀，右月闻阿弥陀如来智德名号，毕竟的平等口业。那么这些文字皆是闻佛名号得证无生法忍之明证。
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名号是清净平等觉，啊，这一句话能提醒菩萨，就像慧能大师为慧明法师开示一样，啊，菩萨以真诚清净心啊，听到弥陀的名号就能觉悟啊，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啊，48愿末后无愿的加持。毕竟的平等口业的平等发生，皆是闻佛名号的真无生法忍之明证。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这证据啊，无生法忍，六云无生忍，中国人喜欢简单，啊，法子省略掉了，无生人，真知安住于无生无灭的实相离体而不动，这叫无生法人。我们现在对这一句很难体会，原因在哪里呢？真知暗处，我们没有真知啊，真正智慧现前给你说无生法忍，你会有很清楚的理解。为什么智慧现前？纵然不能证得，你有解悟，解悟不是真悟，你真听懂了，没入这个境界啊，入这个境界呢，那就拔地以上了。那真知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把那个假的东西放下，真的就现前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全是假的，叫常识，叫知识，不是智慧。啊，知识很丰富，智慧没有，不可以把知识看作智慧，两桩事情。啊，知识来自阿赖耶，智慧也来自自信，他们两个源头不一样，一个源头是真心，一个源头是妄心，啊，阿赖也是妄心。
自信是真心，真心是不动的，不生不灭。啊，妄心是动，有生有灭。啊，佛经上常说，无常，无常是妄心，真常，真常是真心。啊，真心是本有的，真常也是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你看，贤首过思修华严二支这篇论文，它的题目叫《望尽还原观》。把妄断尽了，还原了，还原就是真，就是常。啊，还不了原，能守住真常，那是相似即佛。他没还原，但是他把真常守住了。妄的没断，它能够扶住，不让它起来。最明显的就是念佛，啊，一天到晚就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什么念头都没有。他有没有见性？虽没有见性，他也不起烦恼。哎，你不相信试试看，你骂他，他不会生气。啊，他对你还会笑嘻笑眯眯的，还跟你念阿弥陀佛。啊，你赞叹他也不喜欢，如如不动。他就一句佛号，啊，赞叹回报，他没有放在心上。啊，只有一副弥勒佛的面孔，啊，对一切人都平等待遇，不分高下。是，他心安住了，啊，没有开悟啊，他妄心他要安住了，他不起作用，不起妄的作用。如果是真心，那是佛实现的，啊，不是佛实现的，他这一句佛号，把所有烦恼全部扶住。换一句话说，他决定得生。啊，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他可以一下提升好高。啊，他不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往上提升。这是净土法门的殊胜，净土法门的不可思议。大智度论第50卷，无生法忍者，啊，说明无生法忍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信受通达。他相信，不怀疑，他接受，接受
他通达，无碍不退，他没有障碍，他不会退转。是名无生人，啊，这就是无生法人呐。又《知多论》73也有这句话：无生人者，乃至微细法不可得，何况大？是名无生呐。得此无生法，不作不起诸业行，是名得无生法忍。这句话怎么说呢？啊，无生法忍者，先说什么叫无生法，乃至微细法不可得。现在我们对微细法有一个概念，微细法就是极微法，微细到极处了，是物质的缘起，所有一切物质的基本，就是这个微细法。今天科学家叫它做微中子，也有翻作中微子，都可以。啊，这两个名词是说一样东西。啊，微中子，大概就是经上所说的八地菩萨能看见，啊，七地菩萨还看不到，他太小了。啊，这个东西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啊，在最先进的显微镜里面发现了。这是科学技术，帮助我们普通人能够发现微细法。啊，《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所有一切法都叫一合相，啊，无论什么法都是一合相。一就是这个极微细的物质完全相同，我们身体是这个东西组成。花草树木也是它组成的，山河大地还是它组成的，啊，所以一切现象叫一合相啊。离开这个东西，一切法就没有了，都是它组合的。啊，那么这样极微细，极微细法了，这一法了，它具足五蕴，这五种现象它具足。第一个，物质现象，啊，五蕴里叫色，或者叫相，啊，它有色相，
你见到它是物质，它有受，它有感受，也就是说，它能看，它能听。啊，他还有想，他懂得人的意思，啊，他有行，行就是这个现象灭了之后啊，下面现象啊又升起来，一个接着一个，永远不会间断。但是前面的这个现象会影响后面。不完全相同。啊，后面这一念决定受前念影响。可以说，前念是因，后念是果。因果相续啊，相似相续不是完全的啊，是相似相续，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啊。弥勒菩萨告诉我，这一弹指，它波动的频率。已经有320兆，320兆在一弹指，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生命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极微细聚集在一起。让我们能看见啊，单一个我们决定看不到观音菩萨在心经里面告诉我们，菩萨是等觉菩萨，用他的智慧关照看到这个东西，五蕴皆空。他具足色、受、想、行、识，这色、受、想、行、识都不可得，叫照见五蕴皆空。何况他组成的一合相，基本的。这个物质你都不可得，何况它组成的一切万象、一切万法，那一些一切万法假的，不是真的。都是在一个高频率波动产生的幻想，它不是真的。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说。如露亦如电，是说它生灭快速，用这个来做比喻。应作如是观，你能看清楚这个事实真相，你自然
对所有现象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分别执着。啊，为什么呢？知道它根本不存在，它不存在，我们这个身心也不存在。啊，我们的身心不存在，《楞严经》上。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尊者：“你为什么要出家？”阿难尊者是看到佛的相好，佛相太好了，不是父母生的，一定是修成的。我也希望有这样好的相，所以我出家。哦，是你心里面爱相好，对，心在哪里？啊，不管是真心是妄心，心在什么地方？阿难说了七处，都被佛否定掉。原先以为这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经过佛这一问，才晓得这是个大问题。啊，《楞严经》从这开始，起处真心，很长一段经文，那就是什么？密心了不可得。啊，在中国。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会苦啊，不是心不安吗？真不容易啊！在我们一看，他很傻了啊！老和尚在打坐，不敢叫他。外面下雪，站得很久了，雪已经到膝盖了。他还没走，啊！见老和尚没东西供养，把自己的左手砍下来，啊！出家人带着剪刀把左手砍下来，拿着这只手要供养大魔祖师。大魔祖师一看，你这何苦来呀？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我心不安，求老和尚替我安心。大魔祖师，你把心拉来，我替你安。啊，这一句话他就愣住了，想了半天，他说：“我密心了不可得。”你就问我心在哪里，拿出来给他按，我找不到。密心了不可得。大摩祖师，于汝安心静，我已经把你安好了。他在这一句话当中就悟了。真诚到基础，恭敬到基础，没有丝毫怀疑。你看，几句话问题解决了，他就明心见性。那慧可是中国禅宗第二代祖师，比阿难尊者高明多了。阿难尊者七处真心被佛否定了，他烦恼现前了，他没开悟啊。
啊，慧可两句话大彻大悟，比阿难高明了。啊，不过阿难尊者功德不可思议，因为这一问，问出一部大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啊，没有阿难这个问答了，就没有这部经典了。啊，这部经典妙意无穷，越问越有趣味。啊，就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大乘经里头这两部经非常著名啊，学智慧楞严经从头到尾都是智慧啊，智慧的问答法华经会三归一，过去所讲的三乘是全书，不是真实的。啊，最后讲到一佛乘，法华是一佛乘，这是真的，这是究竟圆满书。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到无上法忍，问题是真智没出现，真智不出现，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放下，放下智慧就现前。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真智自然安住在诸法实相，那就叫无生法忍。我们接着往下看，得此无生法，不起坐，不起住业行，是名得无生法忍。八地以上的境界，我们一般人说他不造业了。八地菩萨真正不造业，你看，不但不坐，他不起。不起心，不动念，是不起；不分别，不执着，是不做。啊，不做不起。这是真正的无生法忍啊！啊，又。大乘一章第十页十二卷曰：“离即不起，称曰无生。”从理上讲，理上讲，一切法不生不灭，啊，一切法不生，不生当然就没有灭，有生才有灭，不生哪来的灭？称为无生。会按此理名无生人，
啊，你的智慧。安住在这个境界上，如如不动啊，这叫做无生人。啊，对于一切法。体相作用，理事因缘果报，没有一桩不清楚。没有人教他，他也不需要学习，他全明白。怎么明白了？他看清楚了。啊，他见到了我。终归此，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啊，也给我们做了很具体的说明，他是在精密仪器里面看到的。啊，像我们看细菌，一定要用显微镜，是在显微镜里看到的，离开显微镜，肉眼看不到。我第一次看到牙周病啊，我自己有严重的牙周病，自己不知道。医生给我看的时候，你应该10年前就要来治了，这么久，这么严重，他说你还能讲经，很不错。一般人呢？这牙齿都掉了，啊，把这个东西在显微镜里面放大给我看，啊，什么叫牙齿？不知道啊，牙沟里头，牙龈跟牙齿。连接的地方，以前是一条黑线，他用根针就刮了一点下来。啊，那是脏东西吗？放在显微镜里头一看，吓了一跳，就像粪坑里的蛆一样，密密麻麻。他给我放在电视机上，电视机的屏幕大。看得很清楚，啊，都在那里动。他告诉我，这就是牙周病的细菌。我说你放大多少倍？3600倍。啊，确实，一颗一颗很大。啊，样子真的就像蛆一样，看那么多聚集在一块，针尖上一个黑点，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活了几十年不会刷牙齿。我们拼命刷牙齿，牙齿不要刷它。刷牙齿就是刷了牙垢，牙垢不能留东西在里头。啊，牙医生教给我，吃任何东西，
吃完三分钟之后一定就漱口啊，用水把牙垢冲干净。这些生活的细节了，往往我们都疏忽了，没想到啊，到真正严重的时候才发现。下面念老引楞严经常水疏啊，又楞严经常水疏第一卷说了法无生，应可决定名无生人，了是明了，一切法不生。无生的，对于这一句应可，应可是肯定承认了法无生，这句决定没错，确实是事实真相啊，你对他一点都不怀疑，这叫无生人。这是什么人？八地以上，又大乘一章第十二卷书。如龙树菩萨说，初地以上也得无生。啊，初地以上也能得无生法忍。若依人往，即地境无生呢，在七八九地啊，这是大乘已经一章里头说的啊，日夜人王经跟地经的讲法，无生法忍在七地八地九地啊。宋一曰，问我名号啊，正无生人，这是《无量寿经》的颂译本。十二种译本最后的一本，成就一切平等善根，住无功用，立加行故，不久令得阿耨菩提。往昔师的解释啊，即云无功用啊，至真第八地，八地以上才是无功用道。啊，故知本经之第三人，就是人王经的无生法忍。若居往昔师的意思，这个地位应当是第八地。啊，说明无生法忍的地位很高，不是一般普通的菩萨。佛法里面常称的菩萨
摩诃萨，他是摩诃萨，不是普通菩萨。下面是王思月啊，王西斯，他用问答来解释，问：以文明利，其德无生。十方世界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得无生法忍吗？这一句话就这个意思。啊，他的回答说：佛愿力故，能得。这是佛的本愿。啊，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用本经来解答。阿弥陀佛的本愿兑现的，如果不兑现，他不取正觉。啊，48愿，任何一条不兑现，法藏比丘就不成佛。法藏在极乐世界成佛，就是阿弥陀佛，已经实界了。啊，换一句话说，他的愿是愿愿都兑现的。这世界当中，十方世界无量菩萨听到名号，都提升到无生法忍。这有事实证明啊，不是假的。啊，愿力加持，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发个愿，以我们愿力去帮助别人、加持别人，行吗？不行，你的愿是空愿，是假愿，有口无心的。阿弥陀佛的愿是真愿，怎么知道是真愿？无戒修行，戒得大愿。五戒是多长的时间呢？这个戒没有说小戒、中戒，肯定是大戒。啊，那么这五戒修行，我们必须知道，是他参访十方诸佛刹土，他五戒当中干这个事情。每一个佛世界，他都仔细去观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这个世界，像这娑婆世界，到我们这儿看，一看到三恶道，他就不喜欢；看到修罗罗刹，虽然这一生呢福报很大，但是命中之后都到三恶道。啊，这个极乐世界是新成就的，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东西。啊，没有三恶道，没有阿修罗跟罗刹，没有这些。
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这是人天两道啊，肯定没有司空天。没有无想天，肯定没有。啊，无界修行呢，戒成即是总结了，总结了48愿。啊，48愿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从哪来？48愿变现出来的啊，弥陀不可思议的愿力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是答佛愿力故，故舍诸楞严，过去无数劫，又复好海德，今现在十方，过得成正觉，皆从彼发愿，闻名定作佛。啊，这是《十住论》里面所说的。过去无数劫，啊，海德佛，这一尊佛的名号，海德。啊，今现在十方，他不在一方，他在十方。十方呢，那就十佛啊，一尊佛了，化成十尊佛，过得成正觉，每一尊佛都成等正觉啊，皆从彼发愿，闻名定作佛，上智论证，妙显他理。佛愿加彼，是闻名者，证无生人，定当作佛。且闻不是但闻，便能起心。这个意思说得好。海德如来。现在十方都成正觉了，怎么成正觉的呢？借从彼发愿，闻名定作佛，跟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很类似。闻阿弥陀佛名，能成佛。那上面所举的论证，妙显他理，这不是自理，是佛愿加彼的。是闻名者呢？证无生人，定当作佛。下面念老特别给我们提出的，闻不是但闻啊！如果只听到这句名号，
就能成佛，很难叫人相信。文明呢，便能起心呢，一定呢，文思修叫菩萨三会啊，小乘叫戒定慧三学啊，声闻三学，菩萨叫三会。啊，闻了是闻慧，闻必定有修，修是什么？一闻他就明白了，明白了，这就叫修，明白就证得了。就契入境界啊，所以闻思修啊，思是明了，明了就是思，契入境界呢，这就是修，闻思修同时，不像戒定慧，戒定慧不同时啊，持戒修定开慧三个阶段，文思修是同时成就，菩萨不是凡人啊，也不是声闻缘觉，这十方世界闻阿弥陀陀佛名号的人都是菩萨，专门是戒因菩萨啊，是菩萨闻阿弥陀佛的德号，而得到殊胜的利益。啊，这个宏愿也是慈悲到基础啊。帮助一切菩萨了，快速顺利成佛。例如《涅槃书》第20卷书，若闻常住二字，生生不堕者啊，这举个例子，假如有人听到常住两个字啊，生生是生生不堕落，闻有多种，若能深思维如说行者，即生生不堕。这个注解注得好啊，虽说闻有多种，闻了生死，如说行者，啊，这才能够生生不堕。啊，意思是说，闻后能深思维，并如说修行，实能得生生不堕之因。可见闻之一字，一兼信受，不仅是一经于耳，一经于耳不行，不算数。啊，一定要闻思修菩萨三会同时成就，当中没有间隔的。
啊，那我们看慧能大师听五祖说法，听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就起入了。啊，那是什么？闻思修。个个都到位了。啊，这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坛经》里面看到，慧明法师法达禅师都是在六祖一言之下大彻大悟，啊，那是闻思修。同居住才有这种功德现前。如果只是文，文里头没有思，文里头没有修，文了之后通常什么？文了之后还有疑惑，啊，闻了以后啊，又产生了问题。那个问题一个接一个。缠不清楚的。这是我们平常呢所看到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